我老是缺空，整理好。整理好了，可以了。对，拿着不要推辞了。不要推辞了。不是不是，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行，我的精神有时候缺空，那都搞不得，还不行啊。我是体温很低啊。嗯。我到冬天的时候总是冰冷的。他这个是要侧封了，要画这个姿势要侧封了。啊，对对对对。这个数字就有那种参进感。
这个呢也是要注意啊，我们这个布局的时候，我们大家如果说心里没数啊，心里没数，先就把那个草稿要打好啊，要打好草稿，因为很多时候啊，如果说你信手来的话，你心里没数啊，那样呢，你画的那个东西啊，这肯定就会构图上会有问题啊，所以说一般来说啊，这个一幅画的构图，就是决定啊你这个画面整体的效果好坏的一个关键，就好像。就会好看，如果设计的不好，你那个起上去的房子，肯定就会有那个不好的效果，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在这个构图的时候啊，一定要十分注意啊，十分注意，注意这个整体的那个效果。要是这个画看上去，大致上看上去啊，效果会怎么样？就决定在你的这个构图上，远看的效果好不好啊？就在构图上面。这个梗啊，这个放了以后，这梗要有肌理啊。这肌理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是墨色的变化啊，这是里头啊要有内容。整个这个笔里头要有内容。大块的这叫薄墨啊，像这样子叫薄墨，但是薄墨呢里头要有轻重啊，要有轻重啊，不是如果说没有轻重了，那就变得死墨了啊，变得死墨了。因为就是说这一块呢，大家慢慢去摸索，这个不太好掌握啊，这样大块的这样子画的话不太好掌握。大家今后呢，在实践中啊，慢慢去摸索啊，摸索了以后，你就自然会懂了。啊，这样大致的墨感呢，就画到这里打起了啊，不能再画了。然后，画朵。
谢谢谢谢谢班长，想得周到。就要合作一些，合作一些。刚刚那个小蒋发的那个呢，是新蒋啊。那个用的那个颜色呢，就不合作，有合作，不合作的话呢，如果说我们画的那个画面上。你画的这个东西不多啊，这个那个呢，九跟九要合作，你还是点的那个轻飘飘的，那压不住纸啊。先用这个朱砂啊，这个笔这个水分啊，这个相当的时候啊，你要试一下，这水分是多了还是少了，这个水分适当的时候，你就要多涂点这个朱砂在这个笔里啊，让它原神在这个笔肚啊，然后再增上这个曙红啊，笔尖上再增上曙红啊，这样，然后呢，你就找这个你要这个主要的地方啊，你要重点表现的地方。你这一块我这个是有意留下来的啊。这个形上去就是我这个点上去就要把那个花的那个形要点出来啊，要点出来。然后呢点了那个以后要有帮他的要帮他的就他周围他是主将主将的周围要有兵要有兵，这个帮上去的就是他的兵大一组小一组这个就要这个搓落开搓落开。整个这个梅花点的这个组合在画面上要。让它尽量的疏松一些疏松一些。
点的太多啊，不要点的太繁杂。那个曙红条目啊，条目。给你们一点支持。
修自己，你是画吗？老板，老板。残疾感觉什么？
不是打鼓是吧？没有啊，蹲着在那边，蹲着在那边，一会儿也是。蹲着在那边。看到你都不开心。没有没有，因为大姐看到太认真了，已经肥了。大姐在看着看着没听清了，这盯着你哪一笔怎么画，怎么用笔。一会儿请师傅看。学画就是看怎么用笔，这很重要。看怎么用笔。这块楼托你那句我看到。所以叫画都不敢叫楼托。学术演员的水平。他那边那个黄那个是往外的，从你往外点，你看，他从外往里。老师，他这个画体字怎么提呢？提到左上还是右下呢？怎么来？要告诉大家怎么来选择体字呢？啊，这个体字啊，等一下你先画完了再告诉我们。左上一个是右下呀，但是左上右下提到哪个地方最合适？搞笑，有规矩的，有规矩的，怎么来选择？哪个地方不足的地方就添一下呢？算了吧，反正听来听去也就这个样子。你说漂亮就好。漂亮是我们不晓得，就是说一个人在那个提款都不晓得怎么样。提款那个，
梁老师啊。